课文。放学了。今天星期五，放学了。爸爸在车上告诉我，下午有一个小朋友来我们家。我问他是谁，爸爸说是云云。云云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听了真开心。放学了，今天星期五，放学了。 爸爸在车上告诉我，下午有一个小朋友来我们家。我问他是谁，爸爸说是云云，云云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听了真开心。放 ，for on 放，点，横，横折钩，撇，撇，横，撇，捺。 放学，放手，放假，金，基因金，撇，捺，点，横折。今天，今年，今晚，星，西英星，竖，横折，横，横，撇，横，横。 竖，横。星期，星星，星空，七，七一七，横，竖，竖，横，横，横，撇，点，撇，横折钩，横，横。 期望，日期，星期一。告，歌奥告，撇，横，竖，横，竖，横折，横。告知，报告，广告，速，思物速，点，横折题。 撇，撇，横，竖，点。诉说，告诉，诉苦。午，午，撇，横，横，竖。上午，中午，下午。 午，中午，牛，奶牛，棚，坡，棚，撇，横折钩，横，横，撇，横折钩，横，横。朋友，小朋友，好朋友，有，一偶有。 横撇横撇捺，友情友好友爱，问，乌摁问，点竖横折钩竖横折横。问题问话。 问路，谁？是谁？谁？点，横折题，撇，竖，点，横，横，横，竖，横。谁的书？谁的车？你是谁？听，特音听，竖。 横折，横，撇，撇，横，竖。听说，听写，听话，动听，心，西音心，点，卧钩，点，点。
放心、心情、爱心、开心。放学，放学了，我和云云一起回家。放学后，我在家写汉字。今天我去中文学校上课。今天我和爸爸去公园。今天我和妈妈去超市购物。今天的我已经长大了。星期，今天是星期六，昨天是星期五。星期一我要去学中文，一个星期有七天。告诉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请不要把我的话告诉他。下午，今天下午我要去奶奶家，昨天下午下雨了。朋友，你们都是我的朋友，幼儿园里有许多小朋友。开心，今天玩得真开心。来到中文学校，我很开心。他是谁？开心，真开心，我真开心。谁？谁去？谁去学校？是谁？他是谁？他是谁？他是谁？你是谁？那个人是谁？他是谁？我的同学东东。他是谁？我的中文老师。学汉语开心吗？开心，老师教我们写汉字，唱中文歌，我们可开心了。今天星期五，下午你来我家玩好吗？好，下午放学了，我告诉我爸爸，我去你家玩。再见，下午见。云云画画。云云喜欢画画，每天放学回到家，他就拿起笔来学画画。他先画一只鸡，再画一只鸭，还画了牛、马和几朵花。小小画笔真听他的话，云云是个小画家。拿，先，鸡，在，听，画。每天，听话，画家。